你还是这般无情。 又做了同样的，我等都可高枕无忧了。看北荣还敢再来吗？我亮哥也不敢呐，肯定不敢。来，给我们顾将军上酒。顾将军，顾将军，向上，我等。 大胆顾云深，你消失了！这些贼如今都敢混入宫宴之上，国师大人，我看您是不是该辞官颐养天年了？既然邪祟已经被斩杀，我们就继续吧。来，爱卿，坐坐坐。 今日的歌舞可是国师的小公子特意准备的，微臣听多了金戈铁马的厮杀声，实在是听不惯这种。你给我戴这个做什么？这个呀，是相思红豆，有情人戴了。 便能终成眷属。那以后，这个红豆手串就是我们的姻缘线。我要嫁的人呢，必须要有权有势，高高在上。就靠你这么大张正宫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？ 景色姑娘，这边请。你干什么？顾将军，陛下还等着。滚！五年了，我每每午夜噩梦都是你抛弃我时不屑一顾的样子。你知道这五年我是怎么过来的？现如今你居然敢再次出现在我面前！ 顾将军，我方才便是想告诉你，我已经嫁人了。顾将军这样和一个有夫之妇拉拉扯扯的，不好吧？君瑟，我功成名就后，苦苦追寻你五年。
你却已成为人妻。小明，站住！拦住他！救命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终极与城池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尽惹人痴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寒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，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，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永无尽时。我送你回家。钟情与争执，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尽惹人痴，只怕你心我的太迟，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这个顾云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也别生气了，以后机会还多的是呢。苏夫人，这么晚了还不就寝，在忙什么呢？我们在准备明日的舞蹈呀。倒是勤快得很。不过就是我们夫妇讨个生活而已。想当初你说要嫁个有权有势的男人，让你过上高高在上的日子，如今这日子确实高高在上，可惜啊，只不过是个卖弄姿色的舞娘罢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顾将军，恕不奉陪。放开他！就凭你？我们犯了什么法？意图行刺天子，这个罪名够不够？血口喷人，欺人太甚！是与不是，审了便知。顾将军垂涎我家娘子美色，轻薄不成，便想公报私仇，是又如何？你够了！夫君，我们走。锦瑟，锦瑟，锦瑟！顾云深，你明知道狐族中了九天雷锋会显形，还用如此阴毒的手段？行了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你身中九天雷符，我带你回去疗伤。我不需要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夫妇此次进京确实是别有所图。五年前，
国师带人闯入狐族山林，想利用邪祟抓捕我的族人，脑袋里狐族奋力抵抗，最终不敌国师。如今我的族人都被国师给抓走了，此时此刻生死未卜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。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祟肆虐，伤人无数，这些十有八九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。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与我们夫妇合作。天下苍生与我何干？顾云深，既然顾将军不愿意帮忙，我也不勉强你。只不过你可以看在昔日救命之恩的份上，不要与我们夫妇为难。苏夫人，你不用拿天下苍生救命之恩来逼我，只要你自荐真心，我什么都答应。你别太过分了，顾云深。狐族生性放荡，你又何必装的三针九令？顾云深，你别逼我。我逼你又如何？既是如此，好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带着李彤，顾将军，本宫的马车坏了，等宫里来接还不知道要多久呢，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正巧遇上将军。周贤，你务必将公主平安送回宫中。顾将军，您的马车正好空着，不如由您亲自送公主回宫。臣的马车简陋，怕怠慢公主千金之躯。本宫不介意啊。公主，男女有别，我家将军也是为了公主的清誉着想。父皇已经同意我们的婚，同意我与将军多亲近了，只是同乘一车而已，将军得利了。臣还有要事在身，不便陪伴公主，还请公主见谅。顾将军一再推脱，莫非车里有什么不能让本宫看见的？公主殿下，你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出现在顾将军的车上？公主殿下，锦瑟与夫君初到京城，在教坊任职，刚才偶遇意外，不幸走散，得顾将军搭救。哦，你已经成亲了，太好了！你放心啊，我这就叫人送你回教坊。谢公主。顾将军，我现在可以坐你的车回宫啦。有宁公主，臣先告退。顾将军，你这伤难道是刚才那个女人？撤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强扭的瓜不甜呐。甜不甜吃了才知道。天地玄宗，唤起根本，吞噬着紧一只之凶。哎，
普通狐妖的妖丹法力不够，还是得找到九尾狐的妖丹。九尾狐，居然是九尾狐！昏山九地数有无名飞狐射主吴镇涛星，急施出命令，给我找到那只九尾狐，我要他的妖丹！锦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的伤怎么样？不碍事的。锦瑟，顾云深他没把你怎么样吗？没有，而且他以后也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事。你确定？我已经和他说清楚了我们的目的，他断不会再与我们为难。我不明白，他是阎罗将军顾云深，心中是永远会将天下大义放在首位的。国师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，他自己也是心知肚明的。你这样了解他，当真对他毫无情意了吗？对了，观星殿是国师的居所，那里面守卫森严，我想族人十有八九应该是关在这里面，我们得想个办法再混进宫去，这样好救出他。方思，我才刚中了顾云深的九天雷符，泄露了九尾狐的气息，这邪祟居然来得这么快。你都是为了救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不是的，这药我们已经吃了这么久了，药效自然是越来越弱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我们都不用花醒，邪祟就可以找上来了。这邪祟的数目巨大，无穷无尽，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的话，可能时机未到，我们就会被国师发现。若我们只是想要铲除邪祟的话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七星剑。七星剑可以斩妖除魔，如果我们能从顾云深手中拿回七星剑的话，不论国师派多少邪祟过来，我们都可以斩草除根。顾云深他肯见吗？七星剑原本就是我的。国师给抓走了，此时此刻生死未卜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我必须要救他们脱险的。更何况现在这京中邪祟肆虐，伤人无数，这些十有八九都是与国师脱不开关系的。还请顾将军能够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与我们夫妇合作。我本不想违背誓言再见。奈何，
姐姐这一身九纹，隐身术都盖不住。那我错了吗？我以后再也不偷酒喝。空口无凭。那我发誓，若是我以后再用隐身术行偷盗之事，就叫我。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闻及心头寒湿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后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。我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。如你所见，我不是人。顾云深，你不害怕吗？你看清楚，我是一只九尾狐，人妖殊途。你想清楚了再说。我看清楚了，也想清楚了。我不在乎你是人是妖，在这世间，我只爱你一个。你我从此相守一生，足矣。你忘了吗？你的隐身术对我没有用，就算我眼睛看不见你，但我的心总能认得出你。你果然长大了呢，小家伙。你不愧是已经成为人妻，举止这般轻浮。那我当然是不如你了，这么守身如玉。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的？战场上刀枪无眼，我几次都是从尸山火海中爬出来的。这身伤，我早就不知道在何时何地受的。从前，我一心只想着建功立业，衣锦还乡，与你成亲。这五年来，我寻遍你千山万水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公主殿下，您看看这朵牡丹，雍容华贵，最衬您天之娇女的身份了。俗气。啊，您看看这只发簪上的玉雕莲花，就如您一般呀，清新脱俗。无聊。公主殿下，我特意为您布置的百花宴庆祝生辰，送上这么多奇珍异宝，您怎么一点笑意都没有啊？行了行了，我让你准备的节目你准备好了？放心吧，公主，都按您的吩咐准备好了。嗯，公主，顾将军到了。顾将军。哎，怎么每个人都中意顾云深那张棺材脸？顾将军，顾某贺公主芳臣。这是顾将军为本宫选的礼物吗？哇，这镯子本宫一看就喜欢，是顾将军特意为本宫挑的吗？这是末将替将军挑的，公主喜欢就好。仔细一看，也不过就是个普通的镯子而已。公主，我为你准备了一些小惊喜。
军，你来我的寿宴，总要喝杯寿酒吧。军中规矩，白日不得饮酒。锦瑟，你没事吧？大胆贱婢，在本宫的生日宴会上出差错。公主殿下息怒。你是何人？在下苏里郎，是教坊司的乐师。锦瑟是在下的娘子，她并非有意要冒犯公主殿下的，只是确实是有苦衷啊。你说说。有何苦衷？自我们进京以来，我娘子没能睡上一个好觉。她每天都梦到妖魔鬼怪，半夜总是惊醒，痛苦不堪呀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奴婢与夫君寻遍了京中的得道高人，都说奴婢是八字太弱，冲撞了邪祟，唯有用杀气最重的剑，才能够镇住邪祟，保全一条性命。杀气最重的剑，不就是顾将军手里这把吗？说来说去，你这女人就是想接近顾将军，那就别怪本宫无情。好，只要你将方才的长舞继续跳完，你们夫妻俩就可以走了。公主，我这就叫人打扫舞台。我叫你打扫了吗？公主殿下，这如何使得？谢公主殿下，锦瑟遵命。锦瑟，顾云深，公主，尝过了吧？强扭的瓜不甜呐。放开！放开我！顾云深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不就是想要回七星剑吗？何必如此拐弯抹角，在我面前演戏？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七星剑原本就是我的，我当然有权利收回来了。就像你给我的情一样，想给就给，想收回就收回吗？娘子，娘子，光天化日之下，顾将军将我娘子抱入卧房，是何企图？就是。还把门关上，还把人往床上带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既然苏夫人夜夜做噩梦，那我当然要来卧房看看，检查下床榻。
顺便商讨镇邪一事。顾将军的意思是，愿意帮我们一起解决邪祟的问题。不是帮你们，我只帮他。顾将军既然已经答应此事，并且已经检查过卧房，那就请随我去客房吧。且慢，齐星剑我从不离身，既然你们要用我的剑来镇邪，那我自然是要守在苏夫人身边。是客房还是你自己住？我住客房，锦瑟是我的娘子。要么我住这儿，要么我回将军府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，哎呦喂，顾将军，我以为只有我自命风流，没想到你这个阎王将军还好人妻这个。闭嘴！啊，好好好，算我说错话了。你们俩是夫妻，不能分房睡，顾将军又一定要和你们一起睡，那这客房我可以住了吧？衙内说笑了，避舍寒露，害怕招待不周。没事儿，只要能住在苏夫人隔壁，我不嫌弃。顾云深，你做什么？刀剑无影，我只是想友善地提醒裴衙内一声，若我今夜驱邪的时候不小心到了客房刺到你，还请多多担待。你恐吓我？是不是恐吓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顾云深，你给我等着。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有我在，这京城谁还敢欺负你啊？还不是那个顾云深，他竟然敢跟我抢女人！顾云深，不是不近女色吗？他哪里不近女色了？上次御宴的时候，他就盯上我心爱的锦瑟。你又不是没看见，他和你抢那个舞娘。对呀，锦瑟最近被邪祟缠身，夜夜做噩梦，向顾云深借剑辟邪，他倒好，竟然以此为借口，都睡进人家卧房里去了。区区的一个舞娘，也值得顾云深做到如此地步？爹，她可不是普通的舞娘，她是国色天香的舞娘。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，好好的一个舞娘怎么会被邪祟缠身？是啊，难道之前出现的九尾狐气息跟他有关？你过来，为父有事情让你去办。这个登徒子竟然想收娘子家的财。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。厨房里还有一道菜，我去取过来。顾将军吃菜，东西我吃。菜来了。
娘子，咱们就寝吧。顾云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猜啊。锦瑟是我娘子，你搞清楚点。你才应该搞清楚吧。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我。你，夫君，我们别管他了，睡觉吧。顾将军请自便。顾云深，你要不要脸？顾云深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贴身保护苏夫人，看不出来吗？你到底是保护还是报复？苏夫人不要想太多，免得夜晚有了心事睡不着觉。我不睡。哎，娘子别走。你休想让我跟她睡一张床。锦瑟是我娘子，你想跟她睡，你配吗？我跟她睡一张床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座山头上玩尾巴呢。顾云深，你欺人太甚，我跟你拼了。够了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滚。顾云深，为什么时隔五年，我还是和你纠缠在一起？锦瑟，顾云深，我要嫁的人呢，必须要有权有势，高高在上。就靠你这么大张正功名，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就别再耽误我了。是我错看你了。从此你我恩断义绝。锦瑟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选择族人，那是我自己的抉择。我只要余生，这辈子他过得平安顺遂。叫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你真的不会后悔吗？绝不言悔。
星剑能斩妖除魔，希望他护佑你平安，不被这世间妖魔鬼怪侵扰。在人中走丢，轻声在城外等候，往事留在某次蓦然回首，千帆在云海漂流，分别留在某处渡口，微雨流絮与我岁岁白头，长风走啊走春秋啊，不独行其切赴也寻仇，雨星空啊可星愁啊，我身在喧嚣寂寥如梦，不如人间有八百般滋味柔风，放弃前世多难左右，醉在山河走吧，白太冷暖人久，才把世事无求，你耍诈兵不厌诈，果然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去哪儿啊？你是热血男儿，心中自有抱负，我会的武功已经都交给你了，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出去去寻自己的前程。虽然姐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我，但我有东西可以教姐姐。你这个小家伙能教我什么呀？姐姐，闭上眼睛。心间云儿追着月下缠绵，桃花垂落在你弯弯的眉眼，是谁的心事翩翩，星河慢慢流转，你回眸时灯火阑珊，好想和你一起寻遍桃花源，相守年年复年年，心有灵犀一点，怎么偏偏对你不开视线，这被你复活的瞬间，幸福悄悄在蔓延，绵绵的相思说不清，只愿惊醒似我心，这漫漫长夜还未明，已成双的身影，我的幸福早被
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长老息怒，圣女她只是一时糊涂，长老，我苏氏一族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一样，今后也不会改变。苏里郎愿迎娶圣女为妻。你放心，成亲之事不过是赴宴长老而已，我绝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苏郎，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不必客气，圣女花容月貌有妻如此，虽然是假的，却也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分啊。你怎么也学会油嘴滑舌了？我会教训你的。哎说不清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这漫漫长夜还未明，已成双的身影，我的心忽早被你泛起层层涟漪，或许你早已留意。你认真一点吗？我们把这支舞练好呀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只待花开便笑窗吟，将春色赠与你，这年华容易流去，还有我陪着你，是否愿意这情谊。我宁将立于志愿无名，非国社主无知逃行，集体军令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去我将军府。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，我的喜会引来这些邪祟，我们分头走，去将军府会合。这邪祟怎么越来越多了？这五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区区邪祟你都对付不了？我不是对付不了，我是不能对付他们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能压制妖力的丹药，在这里我必须要隐藏我的气息，否则我还没有找到我的族人，就会被国师给发现。难怪你需要我七星剑护体，可是这邪祟能够找到你，说明国师已经发现了。不是的，这些邪祟不过就是他的耳目而已，他没发现。
只可惜这个丹药，用的时间久，功效越来越弱。现在只要稍有不慎，就会引来这些邪祟。竟然又让他逃了！父亲，父亲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找到了锦瑟的贴身之物。那顾云深带着他离开了教坊，这是我从他枕头底下翻出来的。想不到这顾云深还真是个情种。将军，昨夜邪祟作乱，卑职护卫不力，还请将军责罚。区区邪祟用不着你护卫。可是您都受伤了，堂堂阎罗将军居然被邪祟所伤，这邪祟也太厉害了。我自己划的。您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了吊桥大人。竟敢在观星殿撒野！给我搜！是是是。你，云深，我父亲是国师，国师。你再如何军功卓著，这样上门羞辱我父亲，圣上知道也一定会震怒的。你也知道我军功卓著，可我自从战场归来，却被这京城内的邪祟所伤。国师领旨治理邪祟，那我自然是要国师为我这伤负责。给我继续搜！是。你想干嘛？手串上面附了摄魂针，
真的来了。你想要我的命，就拿去。顾云深，你在干嘛呢？快醒醒啊！顾云深，你看清楚了，这些都是摄魂的邪祟，这里是国师设下的摄魂阵。串上，你关心泽了，自然会误入陷阱。我关心泽了，那你为什么要进来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在说这些啊？因为我在乎。我也想知道，我为什么要进来？这摄魂阵里的邪祟实在是太多了，我们杀不完的。只有摄取了魂魄，才能停止这一切。狐族圣母，我应该为狐族舍弃一切，可是我偏偏又见不得你死。有你这句话，够了。岂止情义字情若人知，不要只怕你心无的太迟，冷漠年华一去，一向深知情难自知，问及心头恨事，不想你的名字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，还有牵挂你的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明让你死在这儿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简单只是为了神，你真的不知道我不会杀。我是为了你，你不是直接这样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像爱到迷失，你是我前生今世相依之时如有今世。今生怎会牵绊无数，不要啊顾云深，历经劫难的苦，不要不要，走过无尽的不要啊云深，终于跟上你的脚步，别把我自己留在这儿，你回来，你回来啊，止住将漫漫红尘，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
千古万物，我从来都没有成过器。我没有嫁过人，我的心里从始至终就只有你一个人。顾云深，我们相知相守相爱五年了，我怎么可能放下你去嫁给别人呢？顾云深，你回来好不好？顾云深，你回来。重庆，若非前世的回顾，今生怎会牵绊无数？无能背负历尽劫难的苦，走过无尽的孤独，终于跟上你的脚步。何其有幸你是情多之处。你刚刚说你爱的人，这漫漫红尘路胜过万物，何其留春珠，今生永不负。你当真没有嫁给他？没有，没有。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共你愿是沉浮，来世双向奔赴，彼此救赎，奔向我心归宿。双向奔赴，是彼此救赎。你是我的，你只能是我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你死了，那是魂正凡人根本就没办法逃脱的。傻姑，你不是说了吗？摄魂阵有可能是附在我的红豆手串上，所以我就赌一把，破坏了阵印。终于跟上你的脚步，何其有幸你是情动之处。这漫漫红尘路，将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会在观星殿突然消失，又回到了将军府？我中了国师的摄魂阵，险些回不来了。国师竟敢谋害将军，此事必须奏报圣上。我一定会请旨彻查观星殿。锦瑟呢？他在花园。将军，您还是安心养伤吧，人家有夫君陪着呢。他们不是夫妻。你身体才刚恢复没多久，就敢冒险闯入摄魂阵，不要命了？这次你的功力至少损耗了七成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好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耽误我们的事情的。我是嫌你会误事吗？但凡你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锦瑟，苏郎，你先离开，我有话一定要和他讲清楚的。
你打算什么时候与他了断？我和谁说过要与他了断？所以之前跟我说的话都是骗我的。我没有骗你，但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和他了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我欠他的。当初我爱上你，族中长老大怒，威胁若我一意孤行便要取你性命，我怎么求情都没用。人妖殊途，你身为我族圣女，断不可与凡人有私情。倘若你一定要背叛我狐族与那顾云深在一起，就休怪我翻脸无情。长老，若你执意不肯放过云深的话，我宁愿一死。好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就休怪我。长老，长老息怒。圣女，她只是一时糊涂。长老，我苏氏一族数千年来与历代圣女无冤，今后也不会。苏里昂，愿听取圣女的意气。长老，锦瑟，如果你愿意嫁给苏里郎，并且凡事以我狐族为重，不再与人类纠缠，那我便可以饶了顾云深一命。他当时求娶不过就是趁人之危逼你嫁给他，算什么恩情？顾云深，无论他当时是如何求娶，但若是没有他，恐怕我们现在早就阴阳两隔，再无相近之人。当初国师掳走狐族，我也被打成了重伤，若是没有他为我研制丹药，我现在就连恢复人身站在这和你说话我都做不到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云深，我是狐族的圣女，为族人们受伤赴汤蹈火，哪怕是付出性命，那都是我的责任。但是你对我不一样。云深，你是我捡回来的弟弟，是我养大的徒弟，你是我心悦的男人。我不该也不能把你选到这件事情，所以你骗我，抛弃我，甚至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。你知不知道这五年我有多恨你？我知道。你就该知道，我有多爱你。狐族的事情，自然是应该由我们狐族来解决。你不用为我做这些的，锦瑟。我对付国师，不仅仅是为了你，我还为了我自己。这个玉佩，这是我父亲的贴身之物，
3年前，我父亲因为叛国的罪名葬身于北柔，但我却在观星殿中发现了他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你父亲叛国一事与国师有关？是与不是，查了便知。我上次来因为中了摄魂阵没能细看，但却发现此处十分可疑。我感受到了，我的族人就在里面，只不过这阵法这是针对狐族设置的，得需要你的七星剑才能破坏阵影。这样，长老呢？长老他们被坏人抓走了。走了多久了？走了大概半个时辰。苏朗，你先把他们都带回将军府去疗伤，这些秘籍你也都一并带上。站住！啊！顾云山，锦瑟娘子，我爹已死，你们挡我的道是什么意思啊？裴大人，我本无意与你为敌，只要你放了我族长老，我保证不伤你一根头发。你保证？那他呢？我听他的。放下！走走走走走！长老，长老，你醒醒啊！顾云深逃出摄魂阵，必定要来找我报复。为今之计，我只有假死避祸。你此行若是被他发现，记住，金银珠宝、秘术典籍，包括所有狐族，都可舍弃。但那口黑棺，你就是拼上性命，也得给我护住。唉，真搞不懂，父亲为什么一定要把这空棺材带回来？这地儿凉飕飕的。有鬼！有鬼！
闭嘴，没出息的东西。父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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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今天小命差点交给顾云深了，你是不知道他多凶残。好了，今天你做得很好，先出去吧。是。感觉好一些了，锦瑟，我们赶紧回森林吧。好多了，长老，你不用担心的，这里是将军府，您就只管和族人在这里安心养伤。多谢顾将军鼎力相助，此恩此德，我狐族定会永记心中。长老不必客气，锦瑟的事，便是我的事；锦瑟的族人，便是我的族人。不过当务之急。我们是得先完成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与我成亲。怎么，娶我就这么开心吗？当然，与你成亲是我此生最大的心愿。如果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就好了。来，我帮你画眉。走过。
心双向奔赴，彼此救赎，奔向我心归宿。贪念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愿将生命交付。爱心双向奔赴，是彼此救赎。锦瑟是我娘子，顾云深，你已对狐族救命之恩，威胁狐族，逼迫锦瑟与我和离，算什么男人？放肆！顾将军对我狐族恩重如山，锦瑟作为圣女，自当以身相许，报答恩情。自上古至今，狐族圣母从未曾外嫁一族。锦瑟与我两情相悦，结二族之好，绝非邪恩逼迫。倒是你，在我大喜之日登门闹事，其心可诛。来人，将其拿下！住手！苏朗，我是自愿嫁给顾将军的，你快走吧。我不走。青瑟，你与我夫妻五年，你当真要离我远去，改嫁他人吗？愣着干嘛？拿下！顾云深，你放了他。是他大闹我们的婚礼，你却选择他，背弃我。可是我与他夫妻一场，你这是在逼我见死不救吗？顾云深，你如果今天想让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，就放苏朗走。顾云深，我已经好话说尽，你怎么还能如此心狠手辣？夺妻之恨，不共戴天。今日不是他死，便是我亡。锦瑟，不要胡闹，赶紧离开。胡闹？好。顾云深，我们今日就胡闹到底吧。你听好了，我和苏郎同进退，这个亲就此作罢。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站住！青瑟，你为了我当众悔婚，可
可会后悔。苏郎，我悔婚也并非全都是因为你。我与云深虽然说是有几分感情，但到底人妖殊途，就算是勉强在一起，也未必会幸福。可经过这么一闹啊，我们恐怕连狐族也回不去了。那就不回去了，我对族人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这天大地大的，我们想去哪儿不行？不管你去哪儿，我都陪着你，永不分离。法术，云深，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没那么简单。裴国师，我得谢谢你，这九尾狐一直躲在顾云深身边。若不是你鲁莽抢婚，我真不知何时才能抓到他。就凭你吗？你们二人居然诈我！国师大人，莫非是忘了？我们可不是人啊，我们是狐狸，狐狸的天性不就是狡诈吗？哼，那我就送你们两只狐狸去见阎王。要见阎王，得先过我阎罗将军这关。顾云深。你来得正好，送你们一起上西天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剑法，乾坤剑法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法力呢？我的法力去哪儿了？这是锁灵阵，专门克制你的法术。故意演戏，故意设陷阱害我。你这总算是明白了。长老不必客气，锦瑟的事便是我的事，锦瑟的族人便是我的族人。不过当务之急，我们须得先完成一件大事。什么大事啊？与我成亲。摄魂阵破的确并不能致死，但是我们这么轻易的就把狐族众人都救出来了，莫非国师根本就没有死？那你的意思是想要引蛇出洞？想要国师上钩，那咱们这出戏必须得够真够精彩。不成，我不同意。话没说完呢。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我是不可能让锦瑟跟你成亲的。若成亲当日你便跑过来抢亲带走锦瑟，而锦瑟也心甘情愿的悔婚与你私奔呢？顾云深呀，周杰，北戎图腾，你仗着圣上对你的宠信，在我玄月国横行妄为，图谋不轨多年，如今铁证如山，我看你还能如何辩解？哼，顾云深，你别得意，今日是我一朝不慎才落入你手中的。压下去。多谢顾将军替我狐族除掉大患。
多谢顾将军。苏先生何必行此大礼？我说过了，锦瑟的族人便是我的族人，这于国于家，揭发国师，都是我分内的事。顾将军有此心固然是好，可毕竟神妖殊途，假澄清这出戏已经唱完了，曲终人也该散了。你抢亲是假的，但我和锦瑟情投意合，拜堂成亲，却出自真情。李以诚，曲中人若是要散，我们夫妻俩便不留苏先生了。锦瑟是狐族圣女，我苏氏一族与圣女历代联姻，那都是猴年马月的旧黄历了。现如今，锦瑟就是我顾云深的妻子。你可知，人妖殊途？殊途亦可同归。你们两个都够了。我狐族向来都是魅力无穷，这样的场面我也是见多了。锦瑟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也是时候做个决定了。一直以来你都很照顾我，我以后你若是有任何需要的话，刀山火海我随叫随到，义不容辞。你一直对我都是这般好，我不能骗你，我的心里从始至终都只有顾云深一个人，我不能跟你走，对不住了。锦瑟，我顾云深对天发誓，永生永世绝不负你。到你了。到我什么？你也要发誓啊，不许再抛下我一个人。好，我也发誓。我锦瑟发誓，我锦瑟永生永世都不会再弃云深一人。你给我带这个做什么？这个呀，是相思红豆，有情人带了便能终成眷属。有情人的红线自有月老来牵，带着红豆手串能有什么用啊？姐姐，你可是长生不老的狐妖，而我却只是区区一介凡人。我不知道月老会不会为我们牵红线，所以我与姐姐的姻缘必须得我自己来牵。好，那以后这个红豆手串就是我们的姻缘线，我会一直带着它，永远都不会摘下来。这辈子下辈子你都休想再丢下我一个人。
过心间，云儿追着月下缠绵，桃花垂落在你弯弯的眉眼，是谁的心事翩翩。星河慢慢流转，你回眸时灯火阑珊，好想和你一起寻遍桃花源，相守年年复年年。心有灵犀一点，怎么偏偏对你已不开视线，这被你复活的瞬间，姐姐幸福悄悄在蔓延。绵绵的相思说不清，只愿清醒似我心，这漫漫长夜还未明，已成双的身影，我的心忽早被你泛起层层涟漪，或许你早已留意，朝朝暮暮走过此情，只愿清醒似我心，只待花开便笑唱吟唱春色赠予你，这年华容易流去，还有我陪着是否愿意这情意。苏郎，你还记得那日你从观星殿带回来的典籍吗？嗯，少了一本。少了哪一本？天罡秘籍。此事提大，我立马去告诉锦瑟。好。天罡秘籍？没错，天罡秘籍乃是我狐族最古老的还魂术，如今落在了国师手里，恐怕是会有一场浩劫。青瑟，趁着顾云深不在，你立刻跟我们走，回山谷去。我对顾云深发过誓的，我绝对不会再离开的。青瑟，国师是北戎的奸细，北戎与我狐族世代恩怨数不胜数，现在他妈手握天罡秘籍，我们狐族眼看要大难临头，你真的要弃我们于不顾吗？他既然是北戎国的奸细，潜伏于玄月国这么多年，筹谋之事必定使得两国开战，生灵涂炭。我们狐族如果要对付他，与其回到山谷，倒不如在此地与他周旋。山谷是我们的地方，易守难攻啊。这里有顾云深和他的顾家军，我们守在这里，赢面会更大。锦瑟，我们狐族不能与顾云深并肩抗敌，这是为何？之前我逼迫你背弃顾云深，不光是人妖殊途，还有更隐秘的理由。原本我以为可以将这件事情就此隐瞒，但如今看来，锦瑟，你还记得多年之前我狐族远征北戎打的那场恶战吗？好了。真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，来呀！国师大人说笑，这生杀予夺自然是要看圣上的旨意，我只负责让国师大人开口说出实话。你潜伏我玄月究竟所图为何？
所图为何？用不了多久，你就会知道了。你们都得死！今天就是把我杀了，我也不会吐露有关北荣的一个字。玄月两国交战，我虽是北戎人，但仰慕顾客将军威名，甘愿归顺，助他一臂之力。你父亲也对我很好，战场凶险，我和他成为了生死之交。可我从未听我父亲提起过。你那时还小，又远在京城，但你父亲时常提起你和你母亲，在边关日夜都在思念着你。废话少说。后来眼看就要打赢北戎，却突然出现一帮神秘人，他们男女老少都会法术，来北戎是为了一本什么秘籍？可你父亲不慎卷入了这群神秘人和北戎的争斗，最后玄月冰崩。你父亲被推出来顶罪，好，你查也不查就说他叛国，那你为何没被定罪？父亲见识不度，提前叫我离开军营，还将我的军旗抹去，以防我被追查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处处为他人着想，所以我也没有辜负他，悄悄地潜了回去，到天还日将他的尸身带了出来。所以你抓捕狐族，吐露他们的内丹，是为了复活我父亲。狐族，你父亲的魂魄就是被狐族的法术打散的。如果是为了留着他们的命炼还魂丹，我恨不得灭他们全族。狐族打散我父亲的魂魄，那群突然冒出来的就是狐族。亲手杀了你父亲的人就是狐族圣女金色。
父亲。去调一队精锐过来，死死守住这里，护卫我父亲。是，将军。属下觉得国师的话固然可信，但也不能全信。锦瑟娘子，她现在是您的夫人，比起国师，我更相信夫人的为人。她是我生死相许之人，除非她亲口告诉我，否则我不会信。锦瑟。竟然是云深的父亲。当初古贺被诛九族，他的儿子侥幸活了下来。早知如今这局面，我就该……我早知道，你们当初就该斩草除根吗？锦瑟，他们谁的话我都不听，我只信你。告诉我，是你杀了我父亲吗？云深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活在我父亲叛国的阴影里。你告诉我，我父亲到底是因叛国而死，还是你？那个时候，我没有不得已的理由。闭嘴！你们狐族与人争斗，有什么理由将我父亲给杀了？我，你父亲没有叛国，是我亲手杀了他，云深。当年北戎部落古王问世，我是不得已杀了你父亲。如果我不杀了他，天下会生灵涂炭的，云深。我父亲是名武将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古王。他与你们狐族无冤无仇，你们却为了什么功法秘籍争来斗去，害我孤家家破人亡。我今天就要你们，我就要你们血债血偿。云深，是我杀了你父亲。如果你一定要血债血偿的话，我的这条命给你。你放他们走吧。云深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今日你要杀就杀我。他念你的温度，你的守护，共你人世沉浮，爱是双向奔赴，彼此救赎，奔向我心归宿。从来都没有奢求过你会心软，但是顾云深，狐族无辜，他们无辜，我父亲就不无辜吗？弑父之仇，终会有人来偿的。锦瑟，让他们走，这是我种下的因，便应该由我来结这个果。走啊！锦瑟，走！
别白费力气。这个是国师设下的噬灵锁，会吸收你的法力。即便是你们狐族长老在此，也休想挣脱。你竟然把国师放出来了！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和他沆瀣一气呢？你杀了我父亲，而他却能复活我父亲。你觉得我应该站在谁的一边？你盗取天罡秘籍，真的是为了炼取还魂丹？没错。现在只差你这个九尾狐的内丹，我便能炼成还魂丹。别碰他！怎么，你对他还余情未了？顾云深，你不想复活你父亲了？顾云深，他要复活的根本不是你的父亲，他要复活的是古王。死到临头还在这妖言魅惑，当年你杀了顾老将军，如今还想阻止我复活他？以为云深还会信你？就算是我不值得相信，你坏事做尽算得上什么好人？你闭嘴！你答应过说我先把你保出来，你便会为我父亲平反。我现在就进宫面圣，圣上一向对我言听计从，一定会答应的。好，那我便静候佳音。待我顾家沉冤得雪，时机成熟，我便会亲手挖出他的内丹，双手奉上。在此之前，任何人休想碰他一根头发。哼，苏里郎，你要去哪儿？长老，现在景瑟身陷囹圄，我要回京去把他救出来。不可，顾云深与那国师勾结，又有七星剑在手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把景瑟救出来。也罢，这把匕首是和七星剑出自同一块云铁，它可以对抗七星剑的剑气。你若执意要去，拿上它，尚有几分胜算。锦瑟。你怎么来了？族人们都还好吗？你放心，族人们都已经逃出来了，我来救你。顾云深这个卑鄙小人，竟然敢如此对你！别碰！这个上面有国师下的符咒。锦瑟，你忍一下，我砍断锁链，救你出来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这上面的符咒，只要我们强行破坏锁链，便会反噬到我身上。顾云深被仇恨蒙蔽，听信国师的谗言，如此轻贱你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他有七星剑，你不是他的对手的，族人们还需要你去守护，你快离开这儿吧。青瑟，你放心，长老给了我这把与七星剑一同锻造的匕首，我一定能杀了顾云深。求你出来。
我不能走。他如此对你，你还不走？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啊？他父亲的死终究是和我有关啊！我不能这样丢下他一走了之。可是现在顾云深一心要助国师炼成还魂丹，复活顾河，你可知那还魂丹最关键的便是九尾狐的内丹，若是他鬼迷心窍让你献出内丹助他炼药，该如何是好？他只是一时被国师蒙蔽了，我可以等他冷静下来慢慢和他解释的。可他若是不听呢？他他若是不听，我们到了那一天，这便是我欠他的。锦瑟，你不能这样。他来了。不能看你自寻死路。何勇，你伤还没好，又不喝药，是不想活了吗？像这样活着，有什么意思？你若是寻死，我便派人剿灭狐族。顾云深，既然狐族在你心中地位如此重要，那你便给我好好活着，才能保全那些狐狸。顾云深，你别逼我恨你。尽管恨我，但今生今世，你休想离开我身边。深深在人中走丢，心深在身外等候，往事留在眸子蓦然回首，恰饭在云海漂流，分别留在某处渡口，微雨柳絮与我岁岁白头。长风走啊，走春秋啊，不渡星际劫，赴夜寻舟。没事，我在。睡吧，睡醒就好。可心愁啊，我身在喧嚣，寂寥疏梦。误入人间，又把百般滋味。在山河走吧，百态冷暖人旧，才把世事无常一笑都看透。人欲上春秋，却一夜大雪满头，放弃岁月走不能从头。走着风月炽热，一世烟火两头，在最万丈红尘如这一夜。
他都守在这里吗？锦瑟，退烧。也许古王一时能与他说清楚。 医生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国师想要复活的，真的只是你父亲体内的古王而已，那不是你的父亲。但是古王一旦复活的话，就会生灵涂炭，而我顾云深，就是那个千古罪人。云深，所以我父亲，我们顾家，便该死吗？ 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杀了他？如果卷入这场斗争的人不是我父亲，是我，你是不是也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？云深。 是，我会的。锦瑟，你到底有没有心呢？将军，宫里有人传旨。顾将军，你该出去接旨。 这是本将军的房间，为何要出去？让他进来。顾将军，顾将军，顾将军大喜啊！顾云深接旨。 朕听闻威远将军顾贺忠贞不屈，以身殉国，却因军报误传，以致蒙冤多年，特命中书省遗旨昭告天下，为其平冤昭雪。顾云深乃将门虎子，骁勇无双，与永宁公主堪为良配，特命礼部择良辰吉日为二人完婚，钦此。顾将军，双喜临门。 还不赶快接旨！微臣领旨谢恩。找人看好这里，不许任何人接近。是。 特意给未来驸马爷准备的糕点，驸马爷知道了，不知道心里有多开心呢？上位大婚，什么驸马？将军都要大婚了，怎么还把那五娘藏在房中夜夜同眠？就是，将军这心也太大了。五娘，冯将军也不知道收敛点。公主，顾将军离开前交代，除他之外，任何人不能入内。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来本宫。公主。 不知公主大驾光临，末将来迟了。将军今日不在府中，末将已经派人传话，请公主去大厅稍事休息。怎么，这房间锦瑟进得了，我就进不了？完了，事情怎么传到公主耳中？公主，事情并非您所想。本宫倒要亲眼看个明白。公主，你这贱婢，为何会在顾将军床上？ 本宫问话竟敢无视，来人掌嘴！公主息怒，锦瑟娘子她只是将军关押的人犯而已。锁链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将军怕他逃走，所以才锁在这儿亲自审问。将军府的人犯需要顾将军锁在床上亲自看管，周父叫你当我傻子？
本宫也看过民间的画本，一个漂亮女子被她中意的男子锁在床上，那结局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一起。锦瑟，你明明已经嫁人，为何还要纠缠顾将军？别以为顾云深给你撑腰，你就能给我摆脸色，你等着。公主，走开！本宫要进宫找父皇做主。公主小心！末将一时情急，冒犯了公主。好了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为什么老跟着本宫？末将是怕公主误会了将军。什么误会啊？府上的侍卫都知道顾云深夜夜与锦瑟同眠，锦瑟都锁在他床上了，这可是本宫亲眼所见。公主，你还拦着本宫干什么？莫非连你也笑话本宫比不上一个舞娘？公主，末将绝无此意，末将可以保证顾将军绝不会娶锦瑟娘子。为什么？原因末将暂不能相告，但请公主相信末将。哼，一定是你找的理由吧。本宫现在立刻要回宫找父皇，治顾云深欺君之罪。公主，顾将军绝不会娶锦瑟娘子，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人。她根本就不配做人，我看她就是一个不守妇道的狐狸精。啊，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当然了，你看他那妖娆狐媚的样子。我也劝过顾将军人妖殊途，奈何将军执迷不悟啊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锦瑟她不是人，真是狐狸精啊？哟，瞧我这臭嘴。公主你还不知道啊？公主你可千万别说出去。您要的九天雷符。嗯，找点事情来缠住这里的侍卫，不许任何人来打扰我。本宫要替天行道，斩妖除魔。公主加油！好你个狐狸精，本宫今天就要让你现出原形。将军，本宫就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该死的人是你。顾云深，你当着本宫的面还敢与这妖怪纠缠不清？你看不到他的狐狸尾巴吗？你竟然敢用如此阴毒的手段伤他！算了，事情到今天，又并非是他的错。顾云深，你若一再维护这狐狸精，本宫就去找父皇退婚。周姐，送客。是。公主，等等我。息怒，将军他只是一时情急。你说，本宫哪里比不上那个狐狸精了？在末将眼中，公主您金枝玉叶，天真浪漫，无人能及。
公主，这是干什么？本宫想通了，那个顾云深既然能找狐狸精，本宫也要找小白脸。走，跟本宫进宫去。去干嘛？变身。父皇，我要退婚。此婚的圣旨朕都下了。永宁啊，你前几天天天缠着朕，非要嫁给顾将军，现在怎么闹着要退婚啊？您不知道顾云深他对我……公主，父皇，我要嫁给他。嫁给他？他是什么人？陛下，卑职乃顾将军麾下副将周显。荒谬！婚姻岂是儿戏？区区一个副将，怎能配得上永宁？我说配得上就配得上。来人啊，给我拖出去！父皇，你要斩了他，就先斩了我。你，公主，卑职出身低微，从未妄想过迎娶公主啊！闭嘴！我就问你一句。我亲你那一口，甜不甜？甜，甜的我宁愿掉脑袋。公主，您别哭啊，公主。好了，朕也没有非要斩了他，发配到边疆吧。父皇让他去边疆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去。永宁，不要胡闹。我就胡闹，反正你也见不到我。等我去边疆以后，你正好落个清净。这儿女啊，就是讨债的鬼。罢了，你过来让朕好好看看。对不起，我只是为了气你，才会答应圣上的赐婚，却没想到，害得你被九天雷符所伤。苏朗，苏朗，只要回了古王，国师炼成还魂丹也没有用，金色便不用被迫内丹。顾老将军，在下此举也是为了天下苍生，冒犯了。
郎，你想对我父亲做什么？素郎，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？快起来！是谁把你伤得这么重？金色，阁老将军的尸体被顾氏动了手脚，不仅不能够被销毁，还有吸魂夺魄的能力。什么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三魂七魄受损，如今只剩下一魂一魄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难道你是为了我，所以才想去观星殿毁掉古王？我只想成英雄，我想一个人把他解决掉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中了他的圈套。所幸，真是可惜。穿锦玉长裙，相思如何寄之？不要难过。相思乃是人间常事，我这一生碌碌无为。何其有幸，才能与你相遇。不是的，素郎，你不会死的。我们现在就走好不好？我们去找长老，长老一定有办法救你。我们走。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时光。苏礼吧，你与君生有缘气。虽是假扮夫妻，但是五年以来的相处，我对你所有的情谊都是真的。我感受到的幸福也是真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一生我们相依相伴，我死而无憾。不要！果然在这儿。你想要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要问问他拿着个匕首半夜闯进观星殿想要干什么？被我识破之后，又跑到你这里，想对你干什么？他是我的族人，又曾经是我的夫君，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一丝的错处。你们当真是夫妻情深啊？他想要毁掉我父亲的尸体，原来是为了讨你欢喜。那你呢？你告诉我，苏郎的伤到底是不是你和国师的阴谋？是，又如何？不是，又如何？我只恨刚刚没有一剑杀了他。你敢！你竟然为了他与我生死相搏！锦瑟，锦瑟。别以为我真不敢取你那丹。
还等什么？只要杀了他，取出内丹，就能炼成还魂丹，复活你父亲了。顾云深，顾云深，你醒醒！他要复活的根本就不是你的父亲，他要复活的是古王，是古王啊！顾云深，不是你的父亲。都这个时候，你还以为我会信？如果你想要报复狐族的话，我这条命你可以拿去，但是你真的不能把我的内丹给他。一旦古王闻事，会天下大乱的。古云深，只要能复活我父亲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顾云深，你这样你会后悔的。我只后悔爱上过你。既然内丹已经到手，他的妖孽就可以除掉。等等，父亲，既然你已经拿到了内丹，那不如就把锦瑟娘子给了我吧。胡闹！你知不知道她是狐妖？我知道，但是她现在没了内丹，还不是任由我摆？顾将军，听说他是你的杀父仇人，这回你总不会和我争了吧？裴衙内请自便，如今这女子与我无关了。顾云深，你卑鄙！你放开我！锦瑟娘子，我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放开我！放开！顾云深，赔不起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脱衣服了，你别过来，不要！哎，我是风流，不是下流。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轻薄你，那我还是人吗？可是你刚才，你明明就……我那都是为了救你假装的，不然我父亲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我就搞不懂，好好做个玄月国师的不香吗？为什么要取你内丹，还要去复活一个死人？我就只想做个逍遥自在的衙内，不想陪他折腾什么宏图伟业。赔不起。你如果不想看着你的父亲万劫不复的话，就帮我。只要还魂丹炼成，您就能君临天下，睥睨众生。
看，这就是黄昏丹，如假包换。只要你父亲服了它，不消片刻，便能苏醒。嗯。是你父亲，想不到堂堂阎罗将军倒也天真的很。原来你在骗我。最恨你们玄月，怎么可能复活过？倒不过是用来存放圣主魂魄的容器罢了。十年前，你父亲的军队被我们部落包围，整个玄月都以为他投敌叛国，他却始终不肯归降圣主。战死前，狐族妖女竟然趁虚而入，闯进部落，将法力注入你父亲的剑，杀死了圣主。圣主临死前将魂魄附在你父亲身上，却还是被妖女所杀。圣主带着部落王印前往玄月，领功受赏，成为国师。如今拜你所赐，我又复活了圣主。你父子二人还真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云深，云深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国师坦诚相告，让我和云深可以解开误会，冰释前嫌。你没了内丹，为什么还会有法力？国师，你这么聪明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父亲，这些年你在玄月当国师，
受天子器重，万民供养，玄月哪点对不住你？你为什么要复活古王，荼毒天下呢？连你也背叛我！圣主，杀了这狐妖，为部落报仇。圣主，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到你的内丹被古云深给挖出来。亲眼所见便是真相吗？古云深，你早就跟这个妖女串通一气，合伙骗我！哼，你可以用谎言蒙蔽我，但你却低估了我对锦瑟的情感。我告诉你，我顾云深今生今世，就算是死，也不会伤害他。你别以为我真不敢取你内丹。你动手吧。你动手啊！为什么不动呀？那我自己来。锦瑟，不要！你住手！你疯了！你明知道我不舍得伤害你。你，我知道，又如何？你根本就不信我。你从来都不听我的解释，顾云深，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跟死有什么区别？我当然相信你，只是我亲眼所见，我父亲就躺在那里，所以我心怀侥幸，就自欺欺人了。你不用再说了，我明白，毕竟是你的父亲。父亲的尸首被国师下了荆楚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。想要除掉古王，只有等他复活，才有一丝死的机会。没有的，如果没有锦瑟的内丹，是复活不了他的。尸首一定要锦瑟的内丹。难怪还魂丹功效不足，只能维持瞬息。云深，
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对不起，我没能复活你。别说对不起，守护玄宇是顾家二郎的使命，你做得很对。父亲，我要魂魄离体了。想除掉圣主，没那么容易。这名小夫血迹，圣主绝不认可。玉山，不要，
云深，云深。驸马，你说那湖，那锦瑟一直守着顾将军，就住这破茅屋啊？公主有所不知，这里是顾将军最心爱的旧居。他什么时候才能醒来啊？等他完全吸收了我的内丹，就可以醒了。嗯，你长白头发了。没有了内丹，我也就只是一个凡人，自然也是会有白发的。你为他失去了长生不老之身，真的不曾后悔吗？只要是能与他白头偕老，此生无悔。你有了身孕，一切都要小心。嗯，周显，你得好好照顾他们母子，不必经常来这里。他若是醒了的话呢，我自然会找你们的。嗯，若是他一直不醒的话，你们只需要记住他最英勇神武的样子，以后告诉给你们的孩子。嗯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姐姐，钟情与城池相思如何启齿，情一字竟惹人痴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。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，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，哪怕明日命运将至就消失。魂魄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爱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。就像爱到偏执，就猛烈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之时。钟情与城池，相思如何启齿？你别跑了，你给我站呢！哎，站住！宝儿，你赶快给我过来！这个野夫子已经找过我三回了，再不给我好好读书，看老娘不打得你屁股开花！娘，你傻呀？你都说了过来要打我，我可不跟我爹一样，乖乖听话要去打。你还敢欺负你爹是不是啊？你是不是真当你老娘我没了法术？我追不上你啊！哎，娘子，娘子，宝儿，是不是又在欺负你娘？谁叫娘这么笨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娘只有你爹我可以欺负，赶紧过来，别惹她生气。爹，我这个大男人。就知道围在娘身边转，没出息。
你个臭小子，过来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让他去吧。哎呀，宝儿既然不爱读书，以后啊跟着我学武好。那可不行，他学武打打杀杀的多危险，我现在也没了法术，咱俩保护不了他。娘子，自从有了这臭小子之后，我怎么感觉你爱我都变少了？你怎么，你当爹的连你儿子都送不吃？为什么不能吃啊？啊，我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娶到你，结果生了这么个臭小子，居然跟我争宠，早知道不生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最重要的人就是你了，我最爱最爱的人是你，够不够吗？不够。我还要听你说一千遍一万遍。钟情与城池，相思如何启齿？情一字尽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无的太迟。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一爱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？哪怕明日命运将至，就消失。我也偏爱到极致，看见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夜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，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。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永无尽时。情与争执，相思如何启齿？情一字尽若人痴，只怕你心我的太迟。冷漠年华已逝，一向深知情难自持。问及心头憾事，奉上你的名字，刻在我心深处最痛的位置。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？哪怕明日命运将至，就消失。奔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你合十。一眼立下的誓，骄傲的不可一世。倘若我们没有来世也恩赐，就像爱到偏执，就梦里到迷失。你是我今生今世相依今世。一眼立下的誓，何惧与时间对峙？哪怕明日命运将至，就消失。奔波也偏爱到极致，燃尽玫瑰的花枝，我双手仍为